长夜，谁让你们来这里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尊主大人，那个我们只是路过而已，真的，纯路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纪。阿纪，你和他们的性命保住了。那个叫阿纪的，盯紧，只要有一点异常。 马上来通知我。落花既败，不见其形；但其气仍在这世间流转。心缘不灭，则生生不息。也许千百年后，会见故人归。不管你记不记得宗亲，都无所谓。这一次，我只求你平安喜乐，再无烦恼。雷火地脉已经复苏了，之后山河之力自会带动阵法运转。烽烟都是从地底而起，我必须从根源压住地脉，使其平息。 你这叫人是不是傻呀？竟一个人在这撑着！快走啊，云鹤！大北方云鹤，我来了。云鹤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既云鹤，无论我的记忆容貌经历如何改变，我终究是我。云鹤，你醒了。长夜。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的心在碎，还想要归期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地方。天大地大，我的归宿在你的身。云鹤，在这等我。你要做什么？用心头写铸剑，长夜你疯了！我与长夜。 三日后便会成亲，多久的时间？最多只能帮你到5-6年。大婚之夜，万花谷纪云和今日在此敬告天地，愿与长义结为夫妻。东海骄族长义，今日在此敬告天地，愿与纪云和结为夫妻。先生。 长义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？用风撼冰，才无生气。